我的那些图已经正式上线喽，欢迎大家购买哦。还有啊，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影片就是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勋。那今天呢，来开箱 Animiru 的周边商品啦。那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蔡佩瑜。那蔡佩瑜跟观众打招呼吧。Hello。Hello， 蔡佩瑜。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呢，有这些，就是这些的周边商品。那我有给蔡佩瑜的商品就是这个吊饰。那我先做出一下王美的手势一下好了。这是王美的手势，就是这个啦，这个亚克力吊饰，亚克力板吊饰。它其实可以，就是还要再买五个吧，还是几个，就可以组成一个这盒子，然后可以放东西。但是我最后有去抢，然后抢不到，就剩下两个，然后其中一个就给了蔡佩瑜。然后当天的时候，蔡佩瑜一来，然后给蔡佩瑜之后，哇塞，他蔡佩瑜爸爸真的超棒的，就直接给就给我这个的价钱的原价，就是价钱的，就给我钱啦、啊，就给我买这个的商品的价钱。这个商品价钱是150。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啊，就是突然这样。然后我们一开始的话，我们是去，我是去抢到了悠悠卡，来给你们看一下悠悠卡。哎，王美手势又来了，来，香不香啊？很香啊！来待会那个什么后置报那个上一个蛇丸的那个特效，香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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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明信片啦、啊，明信片的话它是一开始买的时候它就会赠送，就是我一开始买这个嘛。他就会赠送，然后再给我们一个参加券。那参加券的话，参加券跟这些商品的照片，我在 FB 我放。那旁边这里的话，我该就是我像依我这边的话，就是我的左上角这边，或我会放一图片，然后让他知道那个参加券长什么样子。那假如有追踪我的 FB 的话，都可以看得到，我有放，然后这些都是我去抢的商品，然后唯一这一个就给了蔡佩瑜。那恭喜蔡佩瑜，就是得到了我们的 Animiru 的亚克力板的吊饰、恭喜你啦，蔡佩瑜，恭喜你！耶！然后也谢谢蔡佩瑜，当天他也有来啦，也可以就可以看到米鲁本人，这是米鲁的样子。然后我的话，我参加的场次是下午场，然后上午场的话感觉是蛮平静，下午场的话感觉蛮嗨的，嗨起来，直接一个整个嗨起来，嗨起来。然后这感觉有点像那个咯，这要配什么的音效嘞？蛇丸吗？嗨起来。好啦，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啦。然后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悠悠卡的那个盒子，悠悠卡盒子是里面都长这样的。然后这个就是它安妮米鲁的 logo， 安妮米鲁 logo 居然就得到了。然后还有那个明信片啊，明信片也蛮不错，蛮好看的，来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就是它那个什么，就是有发布，他有直，因为我有直播过，就是，他的那个什么新衣上市啊，就是他的那个和服的话真的蛮好看的，但是我是觉得蛮好看的是他原本的衣服啦，呵呵，就是有穿白色衣服加帽 T 的那一件，蛮不错看的，尤其，哇塞，那个时候下午场超开心超嗨，然后米鲁还展现他的那个什么36D。腰细五雷，然后还有那个什么，
米鲁他下午场跟上午场的时候，他就有穿，就是他六月八号的时候，他穿的那件新衣服。然后下午场的时候，哇塞，还是上午场的时候，他一转身屁股一翘起来，哇塞，直接露出底裤啊！戴佩妮，你应该当那个时候应该有看到吧？有啊。直接露出来了。然后我就在那边旁边一直喊香，真香，真香，很香啊，真香啊！好啦，也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啦。而且谢谢蔡佩瑜来陪我录这次的开箱，谢谢蔡佩瑜。那也蔡佩瑜，你的频道的话，你的频道网址记得那个私信我 Discord 私传给我。我没有那个，就是你现在常用那个不当班长的 QQ 蔡佩瑜的那个频道传给我网址就好了。嗯，好啦，也谢谢蔡佩瑜，那我们的开箱到这里结束咯，谢谢大家。那蔡佩瑜的频道的话，我会在这部影片的置顶留言会放，哎，还有记得去订阅安妮米鲁以及我们的副台组GT 我在玩街大队以及阿航，记得订阅我，订阅我的陈老板，以及订阅我们的寻宝，刚刚订阅他，这部影片的话，我旁边的我这边嘛是哪一边，我会放一个我自己的 VTuber， 就是新版的，我已经做出来了，新已经做好了。然后是样子，是口罩已经拿下来了，给你们看一下脸颊，口罩戴着真的很难受。然后之后直播的话，应该也会使用那个了吧，就是看看啦，会不会交叉使用。然后我也正在找，就是可以让它可以动起来的样子。然后是听证秒真的有，然后我在找别人，然后买给我一下，然后我再给他我们 DC 频道会员，然后一说频道会员，那我们 Discord 的频道会员已经正式开通啦。那我会再抽，之后还会再抽。那目前的名单是第一个是我们的副台组 GTO 台湾警察大队，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 Discord 间跟我一起拍这部影片的不丹班长的 QQ 蔡佩瑜。恭喜你、yeah. 然后还有秦早花衣、红红、林玉成以及夜空钻石等人获得了我们的 Discord 频道会员，然后之后开启了频道会员，真正的频道会员之后，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加入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开启盈利之后，你们会想要donate给我吗？还有我开启频道会员，真正的 YouTube 频道会员之后，你们会想加入吗？影片下方留言让我知道。我真的是做了也蛮辛苦的频道，然后订阅数已经到500，然后也谢谢大家。然后也谢谢大家，也谢谢蔡佩瑜的今天来陪我录这一次的开箱，然后也谢谢蔡佩，再次感谢蔡佩瑜啦。那既然是订阅他，那连结在置顶留言或者是说明栏，我应该会放在那个啦，置顶留言。然后米鲁的周边商品活动是到6月21号，那我不知道这一天我这一部影片会是在哪一天上的，应该会就是录完之后赶快去编辑，然后赶快上一上，让大家看。哦，也谢谢大家啦。那我们要进我们的片尾咯，那谢谢蔡佩瑜，那我们下次见咯，大家拜拜。影片就结束啦，喜欢我的影片下方喜欢以及订阅，打开二次铃铛，要求你二次铃铛才会接收到我下一次影片或直播讯息。那每周要是不定时发片直播，还有什么问题用 FB 粉丝团、YouTube 留言区、Instagram。都还有 Discord， 都可以私讯我一下，拜拜。